那我看我们就从前面开始是吧？好，不要害羞了，那就大家掌声好了，欢迎。对，那大家好，那我是大家可以叫我做哲宇啊，因为我的英文名叫 Diakia， 那 Google 都 Google 得到，那一个非常小流。那我现在是算是一个在外商工作的美工师，那我主要是写的都是 C 跟 C 加加，那这种比较高阶的那种语言是比较少，但是我最近就在利用点时间在学这些东西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的确还蛮有趣的。那有机会的话，这样是希望拿起来做一些特殊的应用这样。那我们还有其他朋友也是来这边朝圣，想要一起利用这些东西来做一些 education。那由于礼拜三刚好又冲到我的读书会，所以还是不知道会不会来参加。大家好，我叫小敏，那我认识 Eric 嘛，那就是托他的福，就是知道有这个活动。那我的工作性质是比较偏有 PM， 然后又有开发 application。那现在比较热衷开发是Kotlin 还是 Postgres 是 Android 这一块。那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多交流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 Q Lai， 然后我是学生，所以说就是小嫩嫩，好，所以来这边就是观摩朝圣这样，对，然后希望可以多学到一些东西，谢谢。喂，大家好，那个我叫宋木喜本名，那我大家叫我小迪克就可以。我跟上班是大学同学的，所以他在我班的时候就非常有名，又会弹吉他，风靡千万少年。然后今天这个活动我觉得蛮好的，就是说可以借，我希望能借这个活动，大家跟这些热爱 Google 技术多交流这样。那我自己本身虽然用的 Google 的东西其实说实在不多啦，我用 Magic， 然后我用 Google Apps， 然后我用 Gmail 这样子，剩下的好像不多。那但是我想很多东西都可以大家互相交流。那另外我自己本身是自己在开公司，然后做一些私底下可以聊，然后也是刚成立而已啦。然后我也是希望多跟，我想在场应该都强者，就是所以来朝圣一下，跟大家多交流这样，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聊天这样子，谢谢。大家好，叫陈良光。那网络上就是亮光那个亮光啊。那网络上 ID 就亮光，就 Two Lights， 要记得加 S。那我现在在一家叫 IP 网的网站工作。对，可能有听过，没什么名气。那就工作内容就是 Web 的工程师嘛，那就会用到 Google 技术，主要就是 Google Maps 跟那个，主要是 Google Maps 啊。那我们算，因为在台湾好像算那个 Google 合作厂商之一这样子，那所以有帮忙。他们今天哦，因为最近有他们今天吗？那个 Street View 上嘛，对对对，那之前就是有做类似的东西，就是把他们东西拿到网上用这样子。那希望能多认识一些强者这样子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Lanma L A N M A， 那个就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是那个 Google 地图相关的服务啊，那所以街景也是昨天玩了一整天，蛮好玩的。然后那个就 Google 服务我大致上都有玩，那当然因为我自己本身也额外有学 Flash 啊，所以像 Maps for Flash 我也是蛮熟的。那另外如果各位有上波浪的话，那个波浪有一些小工具我也有写。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啊，就是如果是各位是软体背景但是不懂 Double E， 然后想要玩硬体的这种东西的话，我最近有在玩 Arduino， 那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。
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 Alan， 然后网络上比较常用的 ID 是 SCW1109， 不过默默无闻了，应该没什么东西了。然后我平常是用 Java 在开发 Web 相关的，那工作上也是主要在做 Java Web 的 Service Tools Application。那 Google 的那个东西比较熟的，可能也是比较偏 Java， 像 GWT 啊、Juice 啊，或是 Avenger for Java 这些我比较熟一点。那其他其实像 Maps 那些还蛮想接触的，不过还没有这样的机会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阿尚，那个目前是在那个一间小公司上班，主要工作就是用 PHP 开发一些网站，我比较偏就是前端的，所以对 Google 比较熟悉，也是 Google Maps。来这边想向各位高手学习一下。你可以再说一下你的 ID 刚才好像。ID。大家不是称呼你。哦，我是 ASAMOON。那个。阿萨。可以用 ASAMOON 那样记。好。先月亮。好。月圆。好。